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155面第一行啊，155面，二三根普被，凡圣圣凡其寿啊。这个是课题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夫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世尊故说84000法门，广应群起。众生无量啊，不止11个地球啊，我们知道大乘教里面常讲世尊成佛，他的教化区很广大，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这是从一个单位世界算起的，一个单位世界。黄念老告诉我，不是太阳系啊，太阳系是绕须弥山中间旋转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太阳是绕银河系旋转的，因此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所谓须弥山就是银河的中心啊，中心现代科学家发现是巨大的黑洞啊，它有非常强的引力，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啊。那么1000个单位世界成为一个小千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再以小千世界为中心，有1000个小千呢成为一个中千，1000个中千成为一个大千。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10万个银河系啊，1000乘1000再乘1000，这么大的范围啊，我们现在天文学家还见不到啊，但只是一个一般佛陀教化区。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有一些佛他的教区2个大千世界、3个大千世界，乃至于10个大千世界，不一定的啊，最小的是1个大千世界啊。那么这是佛跟众生的缘分不一样，就算是1个大千世界啊，10万个银河系数量都非常可观了。那么这么多的众生根性呢，自然不同啊，每一个众生在六道轮回里面不知道多少劫，没有缘分处理
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希望他们呢快快成佛，早日回归自性。啊，所以说84000法门，广应群起。啊，与自己根性相应的法门，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不相应，勉强的学习就感到非常困难。啊，这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方式。这华严圆教学佛，没有不尊重华严，向往华严。啊，可是华严经的专接上上根人，跟禅宗一样，大摩祖师传到中国的禅，也是专接上上根基，是接引宗门的根基。华严经是专接教下上上根基。啊，上中下都没有分呐。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智慧如舍利弗，神通如目犍连。啊，世尊这两位大弟子知名度很高。啊，我们都知道他。与佛声闻弟子中均称第一。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但在华严会上啊，如盲如聋。啊，这样的人在华严会上，他们都没有分。啊，何况是目连舍利弗以下的，啊，当然更没有分。古人下根绝分呐、啊，我们要依照华严来修学，依照禅宗来修学，能成就吗？啊，决定不能成就。啊，老师教学生，也要把这桩事情告诉学生，避免学生把路走错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三位老师，我这三位老师都没有在一起见过面。啊，方东梅教授、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没见过面的，但是告诉我的话完全相同。啊，那就是宗门六祖坛经不能学，学不到啊。三个人都是这样告诉我，六祖大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像他，六祖大师之后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是一步登天呢、啊，啊，他上去了。如果你一步登天上不去，摔下来就粉身碎骨啊！啊，不是一般人能学的。啊，华严大教也佛如是，不是上上根人不行，不能弃入。
上中人学习华严，能够得到的是华严的知识，没有境界。根心在立的，顶多是解悟。正悟是不可能。方老师劝我学法相为师，李老师劝我学净土。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好比我们知道自己害的是什么病啊，需要用什么药来调治。因病于药，药到病除啊，问题解决了。如果错用了，不但病不能好，还得加重。佛法修学也如是啊。至于小时助教，乃借群小之机，这个是华严宗立的五教，小时小教、实教、宗教、顿教、圆教。小时宗顿圆。华严宗立的。这是五种不同的根性。小教、实教专门戒淫，全教小乘戒淫，这些人好比小学，我们读书从哪里读起啊？从小学读起。华严是研究所，是博士班，小学都没有念过，去念博士班行吗？释迦牟尼佛不承认的。对于上根呢，则有较浅机身之识，是业不引起。上根人看说，小教太小了，太浅了，这个东西还要用得着学吗？所以不应起。佛法一定要契机，契机契理，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可是学习一定要具备最低限度的条件。用佛法的名词来说，这个条件叫做善根福德因缘。你看《弥陀经》上佛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就连净土宗也不例外呀。什么是善根？你看，善的根没这个东西不行的。佛法是善法，纯净纯善，没善根你怎么会学到？多少年来我把佛法介绍给大家，善根怎么讲法？
我用信解行证四个字来解释。啊，这是清凉国师注释华严经分为四科，就是四分。第一分呢是能行，第二是能解，能行能解是善根。啊，那我们是不是信了呢？是不是理解了呢？如果能信能解，你就有福了，你的福德现前了。福德是什么？你真干了，能信了，能真。啊，你具足这种条件呢、啊、幕后一个关键的就是缘分，你这一生能不能遇到啊，前面善根福德具足，后面只要有缘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教你都能成就。这三桩三个条件同时具足，大难大难。啊，古时候的社会教育好啊，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区，中国的人啊，古圣先贤，中国人的老祖宗都懂得教育啊，有条理有层次啊，教我们开悟啊，教我们正果。啊，世间法里面成圣成贤成为君子，这都是果报啊。学处世法的，学佛的啊，阿罗汉菩萨佛陀果得了啊，都要真干啊，根本的根本就是信德。信为道源，功德母，华严经上说的。啊，信入道的根源。世出世间一切功德都是从信心生的，没有信心就生不出功德。啊，没有信心生出的是，生出的是业。啊，善业恶业，出不了六道轮回。你看信多重要。啊，信实在太难，太难。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五德啊，千万年前老祖宗世世代代相传，现在没了啊。仁者爱人，爱人一定自爱。人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
啊，我们想想，现代的人自爱吗？我能自爱吗？不想别人先说我，我能自爱吗？如果真的自爱，决定不会违背心德。那自爱啊，违背心德不自爱。啊，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心得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自爱的人一定遵守，一定不会违背。啊，佛菩萨告诉我们基本的德行是十善，三规五戒。六度六合，我们能做到吗？不做到不自爱啊！啊，因为这是心得。你真正做到了，事法里头你是圣人，是仙人；佛法里面你是佛，你是菩萨。啊，我们没有去做，所以我们的心。不是真心，这个心有名无实啊，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要清楚，要明了，然后才能够忏悔，才能够改过啊，才能够真的把信心找回来啊。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改过，永远错到底，还以为自己不错呢，哎，以为自己真的行了，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呢，啊，《华严》跟《大智度论》上说的。华严成为大经啊，大智度论成为大论啊，一般讲大经大论是讲这两部经啊，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大经啊，华严是一大藏的大经啊，今天我们要奠定我们的信心啊，信心从哪里做起呢？就真干要从《弟子规》下手，要从《感应篇》下手，从《十善业道》下手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呐、啊。这三个根没有啊，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恢复自己的信心，必须坚实扎下三个根，我们的信心就具足了。啊，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相信自己本心本善，我爱自己，我要把自己的心得统统找回来啊，说我爱自己，自己的心得完全丢失掉了，丢尽了，那个爱是假的，连什么叫做爱都不懂啊，那个爱是感情的，里头没有丝毫智慧。那个爱是不稳定的，
啊，真诚的爱心，这个爱是永恒的，是坚实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啊，佛法里面讲慈悲也，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的慈悲永恒不变。即使造作无逆十恶堕阿鼻地狱也不会改变。啊，这叫真的爱呀！啊，真有自爱呀！啊，佛在经上所说的这些教诲，他们全都做到了。啊，没有丝毫违反。啊，这叫真正懂得自爱，而后才能爱人。啊，如果不具这个条件，学习圣贤之道就难了。啊，我们怎样把这个条件弥补过来？啊，在古时候，父母懂得，老人懂得，啊，所以小孩在怀孕的时候就叫啊，叫胎教啊，出生之后。到三岁这一千天，严密的照顾、防范，啊，凡是与性德相违背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啊，他能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纯净纯善。啊，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样经过一千天的熏习，他的根种下去了，根深蒂固啊，他一生不会改变。所以古时候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啊，三岁种下来这个善根，八十岁不会动摇，不会改变。这那什么圣人、贤人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时代是走下坡，就一代不如一代啊！啊，不是没有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真正原因是我们自己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控制不住，一直在爆发。所以真正有圣贤的人来教，我们不接受不听啊，父母的教诲也不听啊，于是世间教诲的标准也不断在改变啊，我能够记事的时候，我还记得。啊，我们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有一门功课叫修身，那是伦理道德的课本，修身。啊，我大概只学了两年，之后啊，
就变了，不叫修身了，叫功名。啊，好像三年，我小学没毕业嘛，小学是5年级、6年级又改了，改做社会，功名没有了，改成社会。啊，这是不断在改标准了。跟那个原来的伦理道德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啊，到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小学没这个课程了。啊，那我们的习性，习性不善，本性本善，距离越拉越远。原道把本性啊忘掉了，不知道有本性了，啊，只知道习性，不知道有本性了。习性是圣贤，啊，这个本性是圣贤，习性是贪嗔痴慢，这还得了吗？现在人只有贪嗔痴慢。啊，不贪不嗔不痴，在这个社会好像行不通了。啊，早几年我在香港，何守信先生曾经采访过我。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这大家都公认的。啊，问我怎么看法？我说错了。我告诉他，我说孔老夫子不为己，天没有诛他，地也没有灭他。释迦牟尼佛没有为自己，天也没助他，地也没灭他。那我这一生学习圣贤的教诲，也不为自己，天也没有助我，也没有灭我。这一句话说错了，不必再说了。啊，再说。对社会会产生严重负面的影响。啊，真正明白的，受过这点教育，还能把持住、守住不改变。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是我们起心动念一切行为的规范呢、啊、轨道，人生的轨道不可以越轨呀、啊。啊，你在这个轨道上，这轨道到通到哪里呢？通到圣贤，通到佛菩萨。只要在轨道上不越轨，肯定成佛、成菩萨、成圣、成贤。这里头有真落啊，真实的利益，真实的智慧啊！现在不单说是不越轨，这轨道没有了，不见了啊！所以人迷失了生命的方向。造成社会的混乱，造成地球的灾变。啊，所以，整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我们把
祖宗的教育丢掉了，啊，就是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丢掉了，出了问题了。啊，如何挽救呢？都得把找回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这一代的人不听老人言了，现在吃了大亏了，怎么办？还不肯认错吗？还不肯回头吗？那后来还往前面还有大亏吃，比这个亏还要严重。啊，古人还有一句话说：“回头是岸。”看你什么时候回头。啊，回头就得救了，回头就消业障，免灾祸。啊，可是现在人很难回头，他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他不懂得回头，啊，真的，他没有智慧，愚痴，没智慧，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也没有人来带头，帮助他觉悟。这个就是严重灾难怎么发生的？那么本经所提倡的持名念佛的法门能救社会，能救灾难。什么道理？因为这个法门首先叫我们建立信心啊，你们有信心不能接受这个法门，首先要信自己。啊，相信自己，像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我们本心本善，我们要相信。我为什么不学善？学善就是相信自己，学善就是爱自己。违背信德的事情不能做，那就是错误，那就叫罪孽。啊，首先恢复对自己的信心，然后恢复对家庭的信心。我要信我的父母，要信兄弟姐妹。啊，现在父子没有信心呐，夫妻没有信心呐，兄弟没有信心呐，人活在这个世间好可怜呐，孤独啊。啊，你在急难的时候，谁会帮助你？谁关心你？谁照顾你？没有，一个人都没有。
跟古代社会不一样啊！啊，古代社会你再无能，啊，再没有智慧，你有人照顾你，谁照顾你？家照顾你。啊，你的家人爱你啊，你的家人关怀你啊。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去，你的家人都纪念着你啊。所以落叶归根啊，你年岁大了，不能再工作了，再回老家，老家照顾你。啊，老家里面说是有父子有亲的，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老家照顾你啊。啊，你小的时候，只要你好好念书，你不会失学，说家庭帮助你，父母没有能力帮助你，你的家庭帮助你。啊，年老的时候回到老家了，享受天伦之乐，家族养老啊。啊，家里面的家学、私塾，就是子弟学校啊。啊，就是从幼儿园呢，啊，培养你到大学，家学。啊，以前教育家把这个教学的责任担负起来了。啊，国家也办学校，很少。啊，他的学生来源是从家学里面考试录取的，啊，上国家的学校，啊，国家为培养、国际管理人才干部，啊，设立有县学，每个县一个学校。啊，有省办的学校，啊，中央办的学校，叫太学。啊，他懂得了，啊，所以现在人学的真，生活的真苦，真可怜。啊，人生在这个世间毫无保障。啊，确实苦不堪言呢。觉悟达到了基础，啊，本经教我们起信，教我们发愿，教我们修行。修行的方法，老方法。老方法不是释迦牟尼佛创立的，这个方法就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使用的办法。释迦、弥陀也不例外呀，都遵守啊。啊，中国古人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你看这个家庭，他是兴还是衰？如果这个家庭有兴旺的，将来从哪里看呢？他的家里面的规矩一定非常整齐严肃，一丝毫都不苟且，这家庭决定兴旺。如果这个家庭里面的规矩松弛了，都很随便的，这个家庭慢慢就衰了。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啊。所以中国古人教养下一代，在幼年的时候非常严格。现在人反对，而小孩管得那么严，他那一点天真烂漫全都没有了。都赞成外国的方法，外国儿童是天堂，老年是坟墓。中国小时候，这个小时候严加管教，退休老年是天堂。中国人享福在晚年，外国人享福在幼年，儿童的时候把福享光了，老年可怜了，老年就是坟墓啊。中国人小时候严加管教，为社会服务，为家庭服务，年老的时候他享乐。我们到底是愿意年轻就把福享光，还是把福留到了老年来享呢？外国跟中国恰恰相反呢。中国老人受到社会尊重啊，一看到老人都会礼让啊。外国人不是的，老人的欺负你，没有人尊重你，没有人让你，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教育。所以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个信心有无限的感触。信心就是建立不起来。根有没有呢？根肯定有。为什么？根是心的。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怀疑，根没有了，拔掉了，根没有了，那就错了，根决定是有。而我们是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虽有不知道啊，就摆在面前不认识啊，不识货啊。我们今天遭难的原因在此地。现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希望，希望佛门同学，希望净宗修学净宗的同修，特别是我们在一起学习这一部《无量寿经》的，
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从我做起。啊，不去问他将来有没有效果，不要去问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我们老老实实的，活一天做一天，做出一个好样子给大家看，这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啊，对得起佛菩萨，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一切大众，叫问心无愧也。啊，要真干呐！啊，持名念佛法门。这个法门是妙极了，就这一门，这一门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能帮助我们通达一切法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世间人情事理。啊，出世间法的修行正果能通达。啊，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相信佛菩萨的教诲，相信老祖宗的教诲，老祖宗教给我们，苟不教心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啊，佛教的我们持戒、修定、开智慧，啊，这是一门三个阶段。啊，持戒就是守规矩。啊，现在人不懂规矩了，也不会遵守规矩。啊，我们遇到一个有缘的，就帮助一个，好啊。遇到两个有缘的，就帮助两个。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我们用网络，用微信。啊，在这个时候，他能够打开频道，接收我们的节目。这都是有缘人呐！啊，我们在一起真干呐，真有成就啊！啊，自己成就就是成就众生。为什么？自他不二。啊，我们这一生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啊，不但世尊为我们介绍啊，十方诸佛了，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热心把这桩事情介绍给我们，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接受，啊，依教奉行。这个法门，圣凡起受，圣是声闻、缘觉、菩萨，凡是六道凡夫。都有资格修学这个法门，而且呢，都有这个能力
成就往生。无论是立根，无论是顿根，个个都有份呐。所以这个法门就变成无上法门了，变成究竟圆满的法门了。啊，彻上，则如普贤文殊啊，华严会上的二大菩萨了。他们是华严会上的上首啊，啊，都学这个法门。上发愿求生极乐，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他们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普贤济愿。这是华严经上的原文啊，普贤菩萨发愿，愿我临于命中时，这个我是普贤菩萨自称啊，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安乐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文殊菩萨发愿啊，这个普贤菩萨，再看文殊菩萨，意思完全相同。啊，文殊说的简单，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我是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两首偈子，我才相信净土法门啊！为什么呢？对文殊普贤的仰慕已久啊！今天看到这两位大德了，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定殊胜，不殊胜，他们怎么回去？啊，他们平常在哪里？在华藏世界。在毗卢遮那佛的旁边呢，帮助毗卢遮那佛教化41位法身大士啊，何等的人物，还发愿求生净土，这净土还能差得了吗？啊，又如本经佛告弥勒，本经前半部的当机阿难尊者，后半部的当机是弥勒菩萨。啊，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此是指娑婆世界，指这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有720亿菩萨，一层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呢，当生彼国。这是释迦牟尼佛为娑婆世界这一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菩萨们，这些菩萨善根厚啊！啊，他们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数诸佛，啊，执中德本，中德的根本。这根本是什么？重德之本
就是孝亲尊师。敬业三福第一条，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重德根本呐。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这人就没法子学习了。思里面最重要的，古圣先贤，他们都是我们的模范，都是我们的典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诸佛菩萨是老师啊，我们称释迦为本师。我们修净土的人称弥陀为本师，我们的根本老师阿弥陀佛。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对得起父母吗？能对得起老师吗？能对得起一切众生吗？一切众生，人人为我，我要怎样去报答他们呢？我们每天吃的、穿的、生活所需的，多少人在工作提供？有没有想到？这一餐饭是多少人贡献出来的？少一个都不行。我们今天在享受，有多大的福报在享啊？就像这个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中啊，已曾供养无数如来，这么大的福报在今天享福啊，那福享尽了怎么办呢？福要是享尽了，恶报就现前，为什么呢？还造了很多恶不善的习气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生生世世觉悟的时间少啊，迷惑的时间多，修善的时间少啊，造恶的时间多，那我们这一点善福报尽了，恶业果报现前。恶业果报现前，肯定时间长远。我们要受长劫的苦难，这苦难在三途。你能不害怕吗？善途苦报不远呐，可能就在眼前。真正觉悟的人，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些修行总归结为一处，
那就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呐，一称供养无数诸佛，佛说的，说给谁听的？说给我听的。我们人人都有份呐。啊，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这下呢，在观经当中，无逆受。《观无量寿经》说的“无逆”，这是造极重的罪业。逆是跟信德180度的相违背，信德纯善，180度的相违背纯恶。都是自己造的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代表老师，触佛身血，破活合身，这五种罪孽都是无间地狱。佛经上还有个名词叫阿鼻地狱，阿鼻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无间啊，这个里头受苦，没有间隔啊，也就是从堕到地狱就开始受苦，一直到地狱里的罪受完了你才出来，当中没有休息，所以叫无间呢。那苦不堪言呢，你能不害怕吗？啊，无逆是恶，临终得遇善友，这缘因缘，因缘好啊！一生呢都没有遇到善友，一生都在造恶。啊，临终的时候遇到念佛的朋友，劝他念佛，啊，教一念佛，十念成功啊，一生别苦。凭什么一生造恶，临终念十句佛号就能往生？凭什么？我们肉眼凡胎不认识，佛菩萨清楚，凭他过去生中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是不是真的？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你劝他他不相信，你叫他念他不肯念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人没有善根啊，他还要继续在六道里头去受轮回苦报啊，一生无恶不作，到临终的时候，哎，说了他能接受能听，这个人过去世的善根深厚啊，这一生当中迷惑没有缘呢、啊，迷惑了，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不是侥幸的啊，真有道理啊，可见本经那广受万类，什么样根性的人都受啊，普被三根之阿切陀药，能愈万病。啊，阿切陀是梵语，印度一种
万灵药，啊，无论害什么样的病，这个药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啊，净宗法门，对治一切众生烦恼习气，啊，即业障，就像阿切陀药一样，啊，灵得很呐，啊，能帮助你。再看下面注解，故本经云：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好，这一句经文了不起啊！流通分里头说的，执是遇到，你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部经。这部经稀有难逢，啊，为什么呢？是近代汇集的，啊，换一句话说，60年前，这个经本在全球流通，我估计没有超过5000册。60年前，在全世界不到5000册，所以许许多多修净宗的人没有看见过。啊，数量太少了。啊，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动乱。加上8年对日本人的抗战，把我们社会都打乱了。这5000本书，我们相信丢失掉了，毁灭掉了，要占几成？留下来顶多1成。啊，文化大革命之后又要再打个对折，对折可能不止哦，留下来的太少了。啊，我知道这个本子传到台湾只有3本。台湾有多少学佛的人？这经只有3本，几个人能看到啊？啊，六行法师带到台湾去的，啊，送给李老师，李老师如获至宝啊！看到前面一篇长序，那个序文是他老师写的，没关系，就是，啊，李老师的教是跟梅老居士学的，啊，下联句老居士佛门大德了，啊，这在台湾排版重新翻印，印的数量也不多。他老人家讲过一遍，啊，我的估计，那个时候印这个经，普通都是印1000册，台中印过2次，我相信不超过3000册。这经在台湾，为什么呢？没有人读，啊，李老师讲过一遍。批评的人很多，攻击的人很多，以后就不能讲了。
我到台中去的晚，我去的时候，李老师在那边讲经已经10年了。他在台中教学总共38年。我是第11年才去的，才跟他的。我在台中住了10年，他讲过一次《无量寿经》，采取康僧开的本子，都不能将这个本子做第二次的宣讲。想看看，我听的是康僧开本。这一部经，他有简单的注解，就没注。这个本子给我了。我能看得懂他的注解，我明了他的思路。我拿到手，无量的欢喜啊！为什么呢？比康本好。现在人容易接受。所以我就想讲，我回到台北，把这个事情告诉韩馆长。韩馆长那一年刚好50岁，说我们讲这个《无量寿经》来给你祝寿，他很欢喜，发行印了3000册。那我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本子有争议。很多人对他质疑，恐怕你招架不住。我还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啊，但是我听话。改讲《楞严经》。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一直到李老师往生，我才把这个本子拿出来，没人看过，我们就印了1万册，李老师的每一注本，我第一次讲这个本子，在美国，在加拿大。听众都欢喜所以应了夏莲居老居士的预言，这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对夏老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他的汇集本将来从海外传回中国，当时大家听了都莫名其妙啊。怎么会从海外传回中国呢？夏老往生了。到后来果然，我们从海外炒热了，兴起来了，再回到中国。现在这个本子，在我想象当中应该超过1000万次了。这些年印的太多了。尤其是念了这部注解。这部注解第一部我替他印的。我们第一版就印了1万册。以后再版又再版，我就不晓得印了多少版了。全世界净宗学会都有啊。所以就风行全世界了。
我讲过十遍。注解，我们这是第二遍。第一遍，去年清明节开讲，今年9月18圆满，讲了600次，600集，1200个小时。现在我们讲第二次，第二次把科汇进去了，叫科注。第二遍我们新的经本已经印出来了，应该最近可以寄到，上下两册。由科判就更为醒目，每一章每一节，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是它的好处。遇到这部经，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句话说得好。这也就是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你想什么，通通能得到啊！在事法里头，想升官可以得到，想发财也可以得到。想有好儿孙也可以得到，那随你的愿呢。这是什么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有感，佛就有应。你想求往生，你一定，他一定来接你。佛的法愿真实不虚，绝对没有欺骗人的，说话算话。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上面本经广印群集，而且恩德了又胜于魔差凡夫啊。当今末法，众生佛慧浅薄，狗仗神中，唯奈此方便法门，但凭幸运之名，便能功超累积，往生极乐，今登不退。这个几句话，邓念老说的。教导我们知恩报恩呐！阿弥陀佛的恩德，释迦佛的恩德，要知道。弥陀虽然发愿，无界修行。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地球上，也不是发生在我们娑婆世界，而是另外一个世界，极乐世界，在那里发生的。所以一定要得到佛的介绍，
啊，这个介绍人的恩德大了，我们因他了，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才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啊，现在末法时期，依照人王经上的解释，啊，什么是末法？世尊在人王经上告诉我们，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依教修行的人，这叫末法。如果没有讲经，没有听经的，那叫灭法，法就没有了。啊，现在还有讲经的，少了，讲经的人太少了。啊，相法时期讲经的人多，听经的人多，修行的人多。啊，真修，那叫相法。为什么正果的人少？啊，净土中往生就是正果，所以无量法门唯独这一门，会以真实利益了。啊，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大乘这些宗派，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几个人成就？啊，华严宗有几个？法华宗就是天台宗有几个？律宗有几个？法相有几个？法性有几个？禅宗有几个？律宗有几个？正果的人呢？没有啊，听都没听说过。啊，参禅得定，没有开悟不算。为什么呢？他没出六道轮回啊，至少要开悟，脱离六道，升到四圣法界，那叫做正果啊。他证到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叫正法啊。有讲的，有听的，有修的，有正的，叫正法。啊，有讲，有听，有修，没有正的，这叫相法。啊，有讲，有听，没有真修的，那叫末法。相法的人少，末法的人多，这个时代叫末法时代。啊，现在真的是末法时代呀！讲的人太少了，听的人也不多，修的人没有。啊，经中还有少数。李老师说的，一万个人当中还有三个五个，啊，就不错了。啊，一万个人当中，那要是以五个来算的话，
十万人就是五十啊。五个五十有250个人往生啊，250尊佛出现在极乐世界，不得了啊！啊，这是什么？这是说台中莲社李老师，莲社里头的莲友，我离开的时候50万人。是个很大的团体，照李老师的说法，真正往生10000个人当中只有5个人，那有250人啊，念佛往生啊。李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啊，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台中莲友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不会少于2000人，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啊！啊，有2000人以上啊，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种功德成就，几乎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啊，所以我们也认定了，只有这一门，我们在末法时期能成就，能证果，其他的边都沾不上。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所以他老人家，他学过禅，跟虚云老和尚学的，他学过密，啊，他自己是密宗金刚上师。他在病重的时候完全念佛，告诉我，每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往生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以这个经的注解，这是他一生，他到这个世间来就做这一桩大事。下莲居老居士来就是为汇集无量寿经，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今天起讲这部经，这部经确确实实能度末法9000年的众生。我现在希望阿弥陀佛给我寿命啊，不要多，我只要10年。1年讲1遍，我把这个注解讲10遍，我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一遍，我的标准是1200个小时。啊，我讲10遍，12000个小时。目的何在呢？让全世界净宗同学对于这个本子产生坚定的信心。啊，这2个人的功德不唐捐呐！啊，下劳给黄连老啊！成就他们，成就自己，也成就有缘的大众。
啊，随念老在此地讲得好，唯赖此啊，这末法时期我们这些人业障重的人，只有依赖这个方便法门，但凭信愿持名，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金灯不退。这几句话要记在心里，这是真实话，绝对也不是骗人的。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得平安？真的办不到。这个社会大众，我们看得清楚，我们看得明白。古人有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能看得清楚，是跳出这个社会了。怎么跳出呢？明文利养。财色名食睡，我们统统不要了。啊，社会大众对这个争得很厉害呀、啊。地增国多，我们全部放弃了，不要了。那、啊、不要了，就看清楚了，就旁观者了。啊，不做当局，我们做旁观了，看得清楚啊。啊，大家都在拼命搞六道轮回，就造轮回业，轮回心，轮回业。啊，我们找到另外一条路。啊，我们找极乐世界，我们找阿弥陀佛，我们其他的都不要啊，所以念老讲的这话，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完全能接受。说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故大悲慈父，这一句话是称佛陀的，念土道士。啊，大悲慈父释迦牟尼，大悲慈父弥陀如来，明念我等啊，开此净土法门，妙显苦乐二途，极扬沉迷众生。这不就是说的我们先前吗？我们先前不就是生在这种环境当中吗？啊，蒙佛怜悯呢、啊，他要没有这种方便法门，我们怎么能脱离苦海？啊，苦海是六道轮回。现在轮回的苦极了，太痛苦了。过去在轮回当中还有一点乐趣，说苦都乐少，现在没有乐。现在人寻乐是什么呢？我们在讲习里常常讲的比喻，是吸毒、打吗啡，以这个为乐。这是苦啊，以苦为乐 啊，乐后苦要增加多少倍呀、啊？这是错误啊！
换一句话，今天世人无路可想，不知道什么叫路。一味找这些刺激就叫做路。所以吃喝玩乐，无不是罪业。杀生吃肉，堕胎可不得了啊！堕胎是人生最大的祸。为什么呢？儿女跟你什么缘分呢？佛在经上讲，四种人到你家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他要是来报恩的，你把他杀掉了，你看恩变成仇；他要是报怨的，来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了，仇上又加仇恨，越来越凶啊！来还债的，你把他杀掉了。不但他不还你的债了，又变成仇人了。来讨债的，不但你不还给他，你还要把他杀掉。所以你想想后果，那就太可怕了。这还得了吗？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世界堕胎的，每一年全世界医院里头有记录的多少人呢？5000万人，一年，两年就1亿呀！这些冤魂，他不会甘休啊！他决定要讨债啊，决定要报复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好好的人，为什么神经失常、思维错乱会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来？那是什么？就是这些冤业围绕着他，他迷惑了。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城市看不到蓝天白云，都是一片雾蒙蒙、灰秃秃的。那什么？那就是冤魂呐，冤气。这是很不好的磁场啊，让我们头脑不会清醒。都在我们眼前，只要你细心，你通通都能觉察到。社会的混乱，地球的灾变与这个有大关系。恶业所感，什么恶业最大？古人讲了两句话：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呢。今天孝没有了，淫膨胀了，膨胀了，膨胀到杀人呢。堕胎是杀人呢。这个罪业不得了，全都是无间地狱的罪业。还说享受，这真叫颠倒啊！所以妙心苦乐而土，这佛菩萨能做到，帮助我们行事，我们看到地球上的状况。
我们听到粮土导师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状况，极乐世界人没有我业每个人都是清净平等觉，都是大慈大悲这个世界好啊，我们往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移民呢。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真去得了啊！经上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实在话，没有一个字是欺骗我们。极乐是真路，极乐是真正的清净，没有丝毫污染。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傲慢嫉妒。没有伤害人的心。没有控制人的行为。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大自在。再告诉诸位消息，极乐世界你的家亲眷属多啊，过去生中啊他们修行早往生了，所以到极乐世界不陌生了熟人太多了，他们碰到你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我们早就来了，你这个时候才来。极乐世界不寂寞不孤单跟我们自己有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是佛激发我们引导我们破迷开悟此大活句，此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大活句。现在地球温度上升了，气候反常农作物欠收，大幅度的欠收，那我们就预知将来决定有粮食危机怎么办我们如何来应对我现在是晚餐断掉了，早餐我也想不吃，我不是吃戒，我是想到粮食危机我用的方法就是把三餐变成一餐，这个我过去有经验，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这样生活过5年，我跟老师学的李炳南老居士日中一食60多年，身体健康长寿我跟他学的时候连这个生活也跟他学，我在台中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所以这个对我不是困难事情，节省粮食还有比我更高明的
辟谷不吃饭。啊，我也很想试验一下。啊，我知道曾经有人20多年不吃饭。啊，他不需要粮食。那这粮食减产，他就不怕了。啊，我现在收集这些资料，想，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有心理上的准备，要有行动。啊，从理论上讲，人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的运作要靠能量，饮食是能量的补充。但是这个机器有耗能量的机器，有节省能源的机器。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种节省能源的机器。啊，那你就晓得，能量消耗，消耗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跟李老师研究过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日中一时嘛，啊，我的结论，能量消耗95%消耗在妄想上，最大的消耗，是在讲劳心劳力消耗得不到，啊，我跟李老师深年，我看到的。他老人家的工作量是5个人的工作量。不容易啊。啊，一天吃一餐，一餐吃的很少。我也吃一餐，我比他吃多。啊，他一餐这小馒头2个就够了。我要吃3个。这就没办法跟他比。他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那个时候台湾钱，啊，台湾钱兑换美金，啊，大概换30到40块，也就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只要1块多钱美金。我不行啊，我要90块钱了，啊，台湾钱90块钱了，差不多要2块半美金。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他一个月就不到2块，我要2块半，啊，因为我们懂得，消耗是消耗在妄念上，啊，我们没有妄念，除了经教之外，就念阿弥陀佛，没有其他妄念，你的消耗量就少了。就会很正常啊！啊，一点点饮食补充够了，足够够用了，啊，所以阿罗汉7天吃一餐，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你就晓得人家心多清净，啊，所以他的消耗量很少，啊，一天到晚打妄想，消耗量太大。3餐还不够，还要点心补充啊！啊，他没有那么多补充，他身体吃不消啊，他就会病倒了，一定要补充，啊，这个事情不能丝毫勉强，啊，一定先把念头清净了，清理出来了，再开始这个减少饮食，这就是正常的，啊，这是有理论依据的。啊，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辟谷也是有理论做依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